来到了我宋城，只因我表哥朱春登替我姑父阵前筹军，是我跟我姑妈定下一计，要在中途路上暗害朱春登一死，也好霸占他的一份家财，跟他那个漂亮的媳妇儿。哎，没想到朱春登让人家给救了，如今做大官奉旨回家祭祖来了，他哪饶得了我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找我姑妈去，赶紧想个办法。对，未曾来水先叠坝，来到了，姑妈呀，姑妈，哎，来了来了，做一梦事不强，只羡乌云遮太阳。姑妈啊，了不得喽！哎呦，什么事情？怎么大惊小怪的？朱春登做了大官，回家祭祖来了啊！他哪饶得了我呀？可是啊，你呀、啊，别着急，我呀，找个地方把你呀、啊、给藏起来，等这阵风过去，我再把你找回来。哎呀，好吧，好主意。可是一样啊，他要是跟我要他的妈跟他媳妇儿，那我说什么呀？哎，姑妈啊，这么着，怎么着？咱们在双槐树啊啊堆俩假坟头。哦，朱春登要是问，就说他妈跟他媳妇儿都死了。哎，这还有个名堂。什么名堂？这叫平地起孤顶。嘿，好主意，你等着我拿去。哎，好好拿去。姑妈呀，哎，双槐树去着、啊、去着、啊、哎，到了，叫这儿吧，孤顶起来。向前问路。是。哎，伙计，哎，怎么着，伙计？二爷叫咱们问路去，这旷野荒郊的，连个人都没有，咱们上哪儿打听去？我的是的，这地儿咱没来过呀。就是啊。哎，那有个坟少爷，咱们跟他打听打听。对，问问他，跟他打听打听。对对对。我说借光您呢。啊，借光，借筐，不借扁担。哦，借问您一生。哦，借我一生。哎，还我一斗，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哦哦，我们那是问路的。对了，路 啊，山上有啊，有鸡叫的是公路，没鸡叫的是母路，七岔子八岔子是都是梅花路。这嘴怎么净打岔这个？伙计，你起来，我问问他去。你听我跟你说，我们那是送信的。哦，信呐、啊。对了，药铺里买去、啊、那是毒药，不吃不死，吃就死，死就抬，抬了就埋。嘿，你死不死？哎，你才死不死，那怎么那么说话呢？哎，听我的吧。啊，哎，我跟您说呀。我们是找名问姓的。对了，找名问姓的。哎，南京大柳树，北京沈万三，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哎，提起此人可大大的有名啊。谁呀？宋城。宋城。对了，呵呵，我跟您告个面啊。请便。哎呀，我瞧这俩人头戴皂帽，身穿青，不是衙役就是兵啊，八成抓我来了，我拿话把他们支走。哎呦，二位，哎，您是找的宋城？对啊，不巧，怎么他死了？怎么着？死了？死了？哎，伙计，怎么着？你说这宋城真没造化，可不是吗？啊，又是银子又是马，他会死了？哎呦，伙计，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死了不是吗？啊，过来，哎、咱哥俩把他这份给分了就完了。哎啊、请回请回，你们刚才说什么呢？哦，您没听清楚啊。我不知道啊。您听我跟您说、哎、他有一表兄名唤朱春登，阵前得了胜，黄王把他封，
想起他表弟名字叫宋城，银子200两，外加马走龙，见着本人给。要是不见呢？啊，不见兔子不撒鹰，还得了吧你！不见本人不放松，哎、对了，不放松，还得跟他告。哎，兄弟，几遍。有这么好的事，我怎么说我死了呢？对，银子筐到手，撒腿就扔崩。哎，二位，哎，您那找的是老宋城还是小宋城？哎，这宋城还俩呢，老的是没有了，小的呢还活着呢，在哪儿呢？远桥。没人啊，进取、哦、就是你啊，拿银子。别忙，我们有奖金包的，还有奖金包的。哎，奖金包的，奖金包的，不是宋城的奖金包啊、嗯、还他金钱。哎，过来过来，跪下跪下。哎，您是奖金包的，跪下跪下跪下，还得跪下，跪下，好好跪下跪下。你可是宋城？哎，是我。嗯，万八日人。您怎么骂人呢？前在西凉路上，你这一刀砍出一个侯爷来。哎呦，我是闹着玩呢，早知道砍两刀还去砍出个王爷来呢。嗯，你进去了。哎，好，您拿银子来。哎呦，往哪儿跑？带我马。
宋臣，天这西凉路上，你快去我的新郎马匹，还要安排与我。似你这样佛爷之人，看起就该谈。啊，神娘。啊，侄儿沾地可恭，沾的恭啊，沾地可是，沾的是啊，几恭几事也就罢了，罢了罢了吧，孩子，你瞧啊，他死得怪可怜的，伤他一口棺木。把他承认起来吧。好，全地方。是是地方。哎，哎，方。不听换地方，换了帽子不换衣裳。二位，什么事呢？啊，宋城死了。哎呦，宋城死了。都是。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死了呢？哎，我瞧瞧，我瞧瞧。你瞧瞧。哎呦，可不是真死了吗？他这一死，往后可谁干坏事哦？哎呀，那皇上家还不赐他金鼎玉藏啊？金鼎玉藏啊，那他何配王啊？该找谁叫他进去？来来来来，帮你来来来来来，得嘞，我呀背着阎王爷呢。瞧什么呀，神娘啊，侄儿回家晚礼，为何不见我那老母妻子往哪里去了啊？嗨，你呀还提呢，自从你们走后啊，他们娘俩终日思每日想，想你啊可就想死了。你在怎讲的，想死了。哎呀，哎哎哎，快快叫快叫，thank you.
要再焚营。哎，我说伙计，怎么着？咱们侯爷得胜回朝，封侯之赏，哎，够多么称心如意。嗯，我想呢，他又丁忧了。丁忧啊，哎，什么叫丁忧啊？哟，你连丁忧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听我告诉你，就是老太太下世了。哦，卖菜去了。什么呀？哎，就是死了。他死了就说死了，不结了吧？咱们侯爷要在坟前一祭，二爷命咱们哥俩打扫坟台。哎，你瞧瞧，打扫的差不多了。对，咱们把个二爷请出来。好好好，哎，咱们请二爷啊。好，请二爷。胡臣打扫干净，打扫一遍。嗯，下面伺候。是。有请侯爷。
朕来关照，神娘您来穿戴。孩子，这是你妈的，我咋能穿呢？她穿几个？我不知人。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哎，我来问问啊，别冒吃。我说，孩子，妈妈。穿的嘛，叫你穿戴你就穿戴起来。好穿的，好，那我也捯饬捯饬。我走这边，我。贤弟兄长，你伯母嫂嫂一次。与兄不远在朝为官，就在此处罗幕欺人。这位兄长奉旨有，就在此处招打贼童，舌犯欺人。若有贫苦人等前来讨饭，不可难为他们。若是难为他们，定要诛一次。是。啊！老母妻子万古嫂，怎不叫人论双操？娘。
来是断在朝为官，就在此时是高大西鹏合犯七日是在这七日之内，若有贫苦之人前来朝犯，不准难为他们是再来、哎、这有若是难为他们，打折儿的肉火腿是接下了哎请二爷回炉、嗯、哎不是回屋怎么八日的二爷啊什么东西二爷、嗯、哎伙计怎么着伙计你听见没有听见什么今有咱们侯爷不愿意在朝累赘了什么呀不愿意在朝为官了对为官要在此处高达西鹏要舍犯七年呐什么七年啊感情你有犯落了哎七天不错七天哎今儿个头天咱们瞧这办得了对对对走走走要我要我啊！哎哎，快来来来来，打钟了！哎，来来来来啊！哎，快着点，快着点啊！哎，来来来，给你一勺啊！哎，走吧走吧啊！哎哎，再来一勺啊！这老头给你来点，头多给你点啊！老头，哎，小孩得嘞，你都包圆了啊！嘿。啊我这这会儿不没了、哎、我把它拿回去你再要不要啊要不要吧哎等等有话没听着我们这儿早饭已过午饭未到等吃午饭的时候咱上这儿来呀Thank you.
腹中饥饿，日何时好？这婆婆，那旁有一土台，婆婆请到那边稍息片刻，待师母前去觅食饭时，与婆婆出气，好过孝顺的媳妇。你快些去吧，小心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是早饭已过，午饭未到，等吃午饭的时候，哎，多给你盛点就是了啊。偏偏来的不凑齐啊，为何不快呀？前来讨饭，可是早饭已过，午饭未到，是他人苦苦的
人身家八万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哦，是。小心侯爷的有案。是。等你的。有。侯爷思念太夫人，食不下咽，剩下八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哎，是。抓来。哎哎哎，等着。小心侯爷的碗。是。我差点没撒了手。嘿、哎、嘿，伙计，怎么着，伙计？你瞧见没有啊？咱们侯爷思念太夫人啊，吃不下去。怎么？哎，这么好的吃的愣吃不下去？你这好饭不是鸭汤泡盖？对、啊。哎，你快瞧嘿 啊, 啊，这还有个丸子呢、哎、呀！来吧，管给咱等了吧。拿，你拿过来吧你。跟着咱们侯爷，哎，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啊，就这么半拉虾米丸子，你就把它看在眼里？哎，你见过什么呀你？怎么着？没出息，是馋骨头。哎，那边的啊，我来口汤喝吧。得了，看看，说我了半天，你喝点汤。得了，给人家得了，还得给人家。哎，啊，这一平夫人，既有我家侯爷思念太夫人，吞吃不下，这有半碗残饭，你拿去用吧。啊，得了，给人家得了，还得给人家。哎。啊，这一平夫人，既有我家侯爷思念太夫人，吞吃不下，这有半碗残饭，你拿去用吧。饭在底下哟，伙计、啊、还真算啊，要你放你就放下吧。哎呀，这小心点碗呢，是我们侯爷的。伙计，你别吓着我，告诉告诉他呀。这有万万难事不替我，媳妇里面媳妇啊，劝我哪里是父母，分明是你孝顺哟。哎，我这啊，瞧人家儿媳妇多孝顺啊，倒像你媳妇的，因为半碗窝头差点就没把你爸给掐了。快躲开我这儿吧。哎，慢点慢点。哎，哎呦，哎，喝点汤，喝点汤，喝点汤。算了，我下去了，我此去好像我家本意模样，不知何人在此说办呐、啊？待我禀告婆婆，啊婆婆，你我不随逃亡，逃到自家闺女来了啊！你我不随在外逃亡，哪有咱家本意在此哦，带我搀扶婆婆看上一看。好，我们去看那次。带搀扶婆婆看一看。干什么？又打？我们看看就是啊。我这叫他们看看了，这个啊。上一看。哎，看看吧。龙之后。别在乎，咱走了。
在面何事喧哗？启禀侯爷，西鹏以外来了两个贫妇，一老一少，前来讨饭，只因早晚一个饭未到，使他们苦的哀求，只因侯爷思念太夫人，食不下咽，剩下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不想他们死不消停，将侯爷的碗打碎尔等难为他们来扯下去拿。哎呀侯爷呀，我老和尚万金一民，问过民不，若是小人安慰他们，纵然将小人打死也甘心认罪。好一张利口，罚跪一旁。二爷，您别找地儿了，这儿就是一旁。哎，二爷，这儿凉快，来吧，跪。哎，你敢不跪吗？跪去，跪去，跪去，敢不跪吗你？来，叫你呢，叫什么呢？你听，来，叫你呢，叫你呢，来，有，传话出去，何老何少，还地一民，地破大荒，大晚之事一概不究，问话一毕。你侯爷还要周济他们？是，传来。哎呀，不可难为他们，若是难为他们，定责不饶。爸，哎呦我的妈呀，白毛汗都吓出来了，有的。吃饱了，吃困，饿了，发呆。楼道捅下来了，他倒着了。哎，吓唬吓唬他。我说呀，哎，你吓唬人家呀？我把你们这像的人呢，可你吃饭就急了，你还认得哪门的坟呢？哎，认坟也不要紧的，可你倒是小心点碗呢。你瞧见了没有？碗也打了，饭也撒了，红衣路了，二人傻了，差点没把我们火气给剐了。没那么大罪过，里面传下话来，叫你们贺老贺少进席棚一名搭话，打碗之事一概不休，搭话一毕还要召集你们。哎，可是这么着，你们老的进去，小的没进去，小的进去，老的没进去，也没动进，也没动不进去。我说，嗨，怎么老是进去一个呀？我们二爷还在这跪着呢，你什么跟什么呀你？里面传斥话来，大碗之事一概不究，不闹不烧，并非不一命大祸啊！还要召集我们，不过你进去吧。李福啊，为苦年迈，听话不听，回话不明，还是随父你进去吧。在西部前去就是。
此一民夫为何不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何罪？谁想倒他一次，那都他他他他活着来。今日我替就该见人，我大头啊！夫人命去哪还了得？哎呀，这。莽撞了，民夫，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你？你要从实讲来。就是这位将领他。民夫，我们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你？当做侯爷讲过名分，我想你们这些要饭的呀。也得拿出点粮食来。他是个好人呐。侯爷开恩，齐国一旁。哎，你叫进来。哎，二爷您。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一一道来，侯爷还要招弟与你。侯爷有
这一瓶酒你不要害怕，他乃是我手下之人，侯爷与你做主，万难见。将来快快将来，
不有朱砂一点，你不冤枉，这岁轻叹。哎呀，侯爷，你不要认错人呐！平妻不要害怕，我是你丈夫之春灯做官回来了。当真？当真？贤弟，到你伯母嫂嫂当真的死了吗？兄长何出此言？你抬头观看。伯母嫂嫂，贤弟，这里来。兄长何事？你我弟兄不在家中，神娘做出此事，你要与我问过明白。
了的自有安排。母亲快来，儿来啦！儿多高欢，凤冠霞帔我来穿。孩子，什么事啊？母亲，你大母那伯母嫂嫂当真的死了吗？死了，你抬头观了看，他我死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活了吗？我呀也没脸见人了，后头有口井，干脆我跳井了。太夫人投井一层，任他去吧，真的是观战沙场有数年，我既逃犯在外边，今日一家土相见。老太太，一家骨肉请团圆。老婆，一家骨肉请团圆。儿啊，母亲，别做